台塑企业王专样基金会奖学金计划是针对优秀成绩的学生以及亲寒家庭来发放奖学金。这次准备了303万，在12月23号到24号，到麦寮乡、大西乡发放奖学金，总计有1082位学生受惠。一早，村办公室就有真侪乡亲来排队，满面笑容要来替囡仔领奖学金咯。一透早，村办公室就有真侪乡亲摕着证件甲印件来排队，要替囡仔来领奖学金。这次台塑企业王专样基金会准备了303万，定伫12月23、24，伫麦寮乡、大西乡发放奖学金咯。五个啦，这三个外孙啊，搁两个内孙安尼。啊，交予因本人用所付啊，感谢台塑甲恁遮工作人员。啊，就从这个台塑来到阮麦寮吼，建厂了吼，那每年老伊毛提拔一间迄个，变的一间医生吼，啊来赞助咱一间迄个软硬体的建设吼，啊甲着遮营养午餐，啊老人共餐，啊这个急难救助。哦，包括咱今仔即个讲述学间，厂商一家亲的精神吼，啊来咧甲阮关心甲照顾吼，所以我嘛真认同因这种的做法啦，吼，我嘛代表阮村民吼，啊12万分来甲因感谢。本次大西麦寮两乡总共受惠会当领到奖学金学生有1082名，其中麦寮乡就有700多人来受奖。那这一次的有1082位的学子受惠，发放金额是303万。那我们从民国93年起。总计有18000多名的学生受惠，那后续我们还会推动低收入户春节的关怀活动。那台塑戏院希望借此来提升一个向学的风气，培育更多的优秀在地的人才，那也落实真正的照顾到我们的一些弱势的族群。台塑企业自民国93年开办这项奖学金计划，已经奖励18000多名学子，而且受奖的人数为开办到即马每一年拢增加。台塑企业抱着回馈社会理念，继续为社会来奉献。因为小孩子从小到大哈都成绩还不错，蛮优异的，也很庆幸六亲有这个敦亲睦邻的奖学金，那我们有这个机会，那也让小孩子有多这一笔收入。我们帮小孩子领了这笔奖学金之后，是交给小孩子，然后作为他们哈购买书籍或是课外书，然后当生活费之用，所以很开心有这笔额外的收入。今年开始，台塑企业为了提供更便利的管道，除了申请单放伫个台塑企业6000GB的网络顶，并且嘛将结果伫每一年5月到12月中公布伫个网络顶，希望培育更侪优秀人才，让更加侪弱势族群来受益。记者陈桂祖采访报道。